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哥。我们今天这个网友的账号叫李白爱君君，他有这个花木兰的新皮肤啊。那就这个。本行三件事。水晶猎龙者。我们他的皮肤去打一下排位吧。白银的话，应该来说比较好打，我们就打一下试试。就用花木兰吧，抢不到花木兰再说。我也不能保证我能赢啊。不过他有很多英雄都有皮肤吧，感觉。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有。宫本也有。哎，他花木兰没打过哈。这是他的出场画面。我去，这个白银就来两个卡子吗？两个射手。要啥坦克是吧？我是想玩一下花木兰的皮肤，要不然我可能不会用花木兰的。没事没事，先来一把再说吧。这有点赌的意思啊，看一下队友能不能坦赢。呜，开黑姐，水晶猎龙者花木兰，其实我可以去打匹配就好了，打排位有点危险啊。没有漏啊，没有漏保护鲁班，赵云去保护鲁班就好了。不用漏保护鲁班也可以嘛，我去保护鲁班也没问题啊，对吧？我来保护鲁班也不是什么个大问题，只要有人守护上路就好了。赵云是不是去上路？是去上路就好了。哎，这个鲁班不开枪啊！球带，带什么？猫车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我去，我怎么感觉我血没他多，血多？上环金，谢谢。哎，我要把血吃了。这家伙还用闪杀，我这么多血他用闪杀，看来对方动作不太溜啊。这个没什么特效啊，他这个肥城好像也没什么特效啊。灭斩！神速飞倒！哟，被射中了！哎，鲁班，我救不了你了，哥，我就这么点血。这鲁班傻不傻？我都说快撤退了，孙悟空偷袭我，要不然我就干他了啊！没办法。老是要我让你 buff， 但你要看图啊。
可以。涛哥，对不起了。能灭咱吧。哎，鲁班有危险！小白龙，别躲在战争迷雾里玩捉迷藏啊！快快做解的新宠物吧！鲁班跑得贼快，不跑上我们就一起死了。鲁班不知道及时跑啊，看到人都不跑，一直傻站在那里干嘛？引诱他们？小乔，你也不上路去支援一下？最成功的龙骑士，只刷掉率最低的那条龙。哎，我还没变化回来呀、啊，因为不打红包了。猫车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这小乔不行啊，一个傻傻的站在那里。这边丁克有点傻。不是一般的傻，非常的傻。一个家。哎呦，这番荆轲真是送福来的。没血还能乱弹，跑不掉了吧？本来这个时候没操控好，操控好的话可以跑掉的呀。咦，我们是被后羿射死的。对面好像技术都不是很强，所以这个打得比较轻松啊。我知道我技术都已经不是很强，然后花木兰也不是很厉害，还是能打的，还打得还可以啊。哎，我走路怎么比鲁班快这么多？跑，这里太危险了，加个弹性。大剑跳啊，在我等挑戏巨龙的祖传绝技。
Shut down. 两个同名。如果跟他去帮忙的话，可能反正也不死。但我血太少了，我怕等一下上去就死。让峡谷永远只有一条大龙。哎呀，你人一下子昏倒了去了。哇操，这么准。这方这个荆轲真是傻，这么多人埋伏在这，他还敢冲过来，不知道荆轲脆弱吗？知道输了吧？以后你荆轲再打能不输？我操！靠，这样子被射死，我操！好郁闷啊！我这死的好冤，我操！刚好在那个范围被塔射死了，亏大！那么多血啊，直接就那么一点一点被射没了。集合，进攻暗影主宰。这操狠，直接就刷上去了，退都不退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保护我方，防御塔。都不搬啊！我操，这个兵都不管了。想跑？请求集合。请求集合。集合，进攻暗影主宰。有没有去打主宰呀？鲁班去打主宰呗。进攻暗影主宰。你们先上，我殿后。大龙保护起来，让峡谷永远只有一条大龙。Ally has been slain。再不打掉这小乔也是傻，还直接一个人冲在前面。最成功的龙骑士，只抓掉率最低的那条龙。后羿要死了，这么多人围殴他。发起进攻。
在我等调戏剧组出来绝技。这把赢得挺轻松的嘛。这个段位比较低，好打。我还能拿个 MVP， 还不错。哎，我们就打到这吧。哇，可以放啊。换皮肤什么的啊，这个我就算了，我先玩到这了。